这最近发现真是炒股挣着钱了，就俺店里头销售说了，好几个人都卖二手了，后来都不愁了，都去卖新的了。我的天哪！两块七十。啊，就是来之前咱俩沟通那会儿用那两块。你这卖了，准备再投那股票中不中啊？中啊！现在我这个行情也比较好一点。我不是说别吸住你了，这东西。那不这车是不是你再赔咱都赔多少？你那不是我没弄过这玩意，人家说我看新闻好像说这几天平均股民挣4.5万，是真的是假了？应该假。加不了，加不了，是不是挺好了？是吧？挺好了。那天那个接受阿德赛的人拍完视频了，他说：“弟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卖这个车，我都准备加仓了，再弄着说，现在真好。我哥你不怕赔哟？他说这东西放心好了，最少得好俩月。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。反正是生手吧，尽量别撸啊。但是这东西，说实话，哥不长久。你看着真眼红啊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俺干这二手车。”哎，把所有车买完玩那东西也可快呀、啊！那可不敢这样想啊，这样想我不会干，我就说嘛，这东西真是羡慕，就搁家不用动，这都来钱了，这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在八尺中，我这个不能我这一阵你长期吃的话，我说他总有一天我这说不好、啊。我感觉你买车玩这东西，我都感觉你有点把持不住。说实话，我就打算我再弄俩月，中了中。俩月换新款，换新款马达。要么换新款，要么我这个股票都不再玩了。你这东西跟你说改不了。说实话，我感觉是改不了这东西。这3.5了，要这个后挂了都完美了。他们也给我说了，我之前也找别人看了、啊，他们都说后挂会好卖一点。啊，对，后挂了好卖。说实话，买的也便宜，反正。啊，你买了二手了？啊、买了二手了。这个地儿不骑了。我想着打到这儿了，我说还没见不骑。这车就是原漆跟不原漆，跟不骑多错了，价钱可多，这玩意儿13万公里是吧？对，这最近我发现真是炒股挣着钱了，就俺店里头销售说了，那好几个人都卖二手了。后来都不愁了，都去卖新了。我这真行啊，这他们确实挣着钱，但他们把持不住，你说咋了？这东西我说现在我说行情真好了，为啥我卖车了就往里边加仓了？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？你是个狠人啊！目标是年底换个新款的。我感觉这东西当个业余爱好，有的人好钓鱼，有的人好喝酒，有的人爱炒股，我感觉。不能当正儿八经的职业，我感觉波动太大，弄不好鸡蛋给你得丢了。哎，鸡飞蛋打的多了。那这第一次是2017年几月上的班？我瞅一眼。我也不记得了，我说你看看、啊、看行驶证。2017年5月，你2021年卖了、哦，你2021年卖的时候那时候正顶住了，跟你说。买朋友那时候我也着急使钱，所以为啥我跟你说我买的也便宜？你朋友也炒股把车卖你了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是生意上的，我这周转的。周末哥，那25.5万，我查查记录中不中？中的话直接咱签合同是吧？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出入，如果你这到关键时候找我替你买新款了啊，估计新款了、啊、新款了折不住你钱，你去四 S 店买，这玩意新款的话没收过了。祝你成功。好嘞好嘞。Nice。